5年前咯，去到 semi final 就同自己講希望下屆可以入到 final。咁之後2017年咯，喺200自細咁錯第五。2019年世錦賽第四，次次好似同獎牌都差好少咁，跟住而家終於有咗，好開心啊！我係比較一個短速嘅，由100、200自由式嘅選手，所以我一定要一開始衝得快啲。而我知道，因為好多嗰場賽事嘅泳員，佢哋都係200、400米嘅，即係好似四線啊，三線澳洲、美國嘅泳手，所以佢哋一定會臨尾50、臨尾100會游得快過我嘅，所以我都係 focus 喺自己個 race 度，好開心啊！我想多謝我教練，香港同美國嘅教練，同埋我爹哋媽咪，因為佢哋一路都對我好多支持，同埋冇佢哋唔會有今日我嘅成就啊！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